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印海荣。中国文人啊，热爱山水自然，一山一水，一泉一瀑，一树一石，在他们眼中似乎都不是寻常的景致，而是有生命的存在。置身于山水之间，总能让他们有所思考，有所体悟。今天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山间观瀑的乐趣。首先来欣赏一首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。《望庐山瀑布》，唐·李白。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刚刚朗诵的这首《望庐山瀑布》，相信大部分朋友在小学的时候就学过了。这首诗的作者是大诗人李白，他一生寻访名山大川无数，据说曾经舞入庐山，写下诗作无数。而这首《望庐山瀑布》可谓是一首名传千古的神来之作。首句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交代了时间和瀑布所在的位置。香炉是指庐山西北部的香炉峰，因为形似香炉，并且山上经常笼罩着云烟而得名。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，金色的阳光洒在香炉峰上，山间的云气呈现出难得的紫色。这第一句诗就被全诗笼罩上了一种浪漫的光环。第二句写诗人遥望瀑布看到的景色，挂前川是说瀑布像一条巨大的白链，从悬崖一直落到前面的河流上。一个挂字，画洞为镜，惟妙惟肖地写出了瀑布在遥望中的形象。第三句飞流直下三千尺是一个转折，一笔挥洒，字字铿锵有力，瀑布立刻转静态为动态，自高处咆哮而下，气势磅礴。一个飞字把瀑布喷涌而出的景象描绘得极为生动。直下既写出山的高峻陡峭，又写出水流的急速之落，将那种势不可挡的态势啊跃然纸上。最后一句疑是银河落九天，李白用一个夸张而又自然雄奇的想象，把瀑布比作银河，使人间之景变为壮阔的天上之景，诗意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。诗人先将瀑布提到九天之上成为银河，而后呢又坠落到九天之下依旧成为瀑布。这种天上人间的想象啊，也许只有号称谪仙的李白才能手到擒来。这种极大的落差使诗句极富张力，而一个疑是则表明了一种非确定性，使倾倒银河的想象变得易幻易真。诗歌的前两句是实写庐山瀑布的景色，而后两句呢却运用最夸张的比喻和最奇特的想象，表现出李白那种豪放不羁、天马行空的风格。怪不得连苏东坡也赞叹地说，地浅银河一派垂，古来唯有谪仙词啊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在唐诗中遥望了气势磅礴的庐山瀑布，我们再到宋画中来欣赏一下山中瀑布的幽静之美。今天我们要欣赏的这幅《高士观瀑图》是南宋画家马远的作品。画中描绘了一位高士正站在山腰的一角，凭栏低首，一副正在思索的模样。他身旁呢有一名童子持杖肃立，
我们可以看到画中的景物啊，都集中在画面的左下角。苍松、山岩、翠竹，人物的安置与画面右上方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是马远典型的边角构图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一角。这种边角构图的形式扩大了画的边界，从图中的小景可以引发出画外的无限空间，使人对自然产生无限的联想。画面整体呈现出一种景深感，近景是苍松、山石和正在观瀑的高士与童子，而远景呢，是远山和自山间奔流而下的瀑布，以远处的空蒙虚幻来烘托近处的实境，意境油然而生，画面富有诗意。我们先从近处来看啊，画面的左侧是一株苍松斜翼而出，树干呢用胶墨画出，呈现出横斜曲直的姿态，枝上的松针用浓墨勾出，再用淡墨渲染。胶墨写出的松树与它身后淡墨画出的杂树也形成了一种对比，利用了前后虚实的方法，表现出空间的立体感。再顺着松枝向下看，是一块挺拔的巨石，山石用斧劈皴来画出，轮廓鲜明，方正而有棱角。山石后面隐藏着几丛绿竹，只露出了零星的树叶，这些翠竹与苍松一起都烘托出画家高洁的品格。再往画面的左边看，是凭栏而立的高士，他衣着简朴，正低头向下观望，似乎是在凝视，又似乎是在聆听。此时此刻的他已经完全融入了这片山水的静谧之中。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画面的远景，远山呢只用淡墨一扫，便隐约看到了轮廓，两侧的山体交汇，自然挤出水口，形成了依山势奔流而下的瀑布，仿佛是因为瀑布激流，水雾弥漫而看不清山体。画作整体设色清淡，主要是靠水墨的表现力来再现景物，但可以看到高士和童子的衣领袖口都有一抹石青，既起到了提醒的效果，又不过分的跳跃生硬，这也正能够表现出高士一世独立的清高品质。文人雅士们行走于天地之间，在听风鸣琴观瀑寻梅的游历中，舒缓了心绪，也将高洁脱俗自由理想的人文精神赋予了自然。